到屋檐里面休息。这个两个是我们部落族人的休息区，所以如果我会跟他们告知，然后如果你们有很多垃圾，就尽量不要留在这边，好不好？对，然后我们的人到时候架好，我们就男生抬进去就好了。因为除了这一块很庄严以外，男子会所是禁止女生进入。哦，虽然我们没有进去，可是他周遭外面就是还是希望不要有女生去靠近，因为在早期的文化里面，多少是男人训练的地方，那可能都没有下体啊，都会露出。还有，因为它是一个军事重地，有时候会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很禁止外面的人去打扰他。那我待会我们开始施工的时候，我会进去做一个告祭的一个仪式，我会跟我们的兵力主灵去告知一下，我们今天在这边施工之后会拿移到那边哦，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明天的话，明天我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大概这边的那个流动线。那这个规划你可以看到在正在架的是摊贩区，所以明天大概有留下来的话，中餐可以到摊贩区就是用餐。然后这一个区块是我们乡公所的一个农产品展示区，大家也去逛一逛。然后摊贩区在这里，然后农产品展示区在这里，然后大会的礼台会在那个飞鹤交易那一排，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的停车场应该会在那边，然后上面是徒步区，禁止车辆进入，就是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这条路上面，会一直从那个下坡开始封到最上面，就是禁止车辆进入。所以我们到时候明天来的时候尽量用走的，好不好？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如果有族人告知你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就听他的就好了。或是如果不懂也可以问我。好，莫拉那个，谢谢。我要进去里面。好，我们要在外面等一下。做一个倒计时，稍等一下。好，那我们请那个环保联盟国际会会长来。各位同学，大家早。早。很辛苦啊，已经第四天了嘛，哈。不过我想你们收获非常多。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营队呢，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台湾呢，我们要全力发展绿能。新的政府也答应我们要全力发展绿能。那绿能总是要有一个起头，对不对？好，那起头就是这里。这里呢，我们要把它将来的计划，要把它变成100%的绿能。因为我们这里的条件非常好，太阳很大，然后还有一个川流式的那个水力发电，所以呢，我们希望先从这里来变成这个台湾的示范，就是说我们绿能其实在台湾是非常的丰沛，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办这个营队的原因。那因为这里的长老呢，对我们呢这种构想非常的赞成，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呢，各位来可以了解太阳能、绿能这些原理以外呢，将来你们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呢，大家就可以开始好好的把绿能推展出去。希望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政策目标，就是2025年呢，我们全台湾的电供应量20%是由这个绿能来的。所以非常谢谢，也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这个营队。那我们以后呢还会保持联系，然后把这个大家的经验交流，然后大家一起来做，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谢谢大家。
那个台东光科吴明老师。对，那我们是本来是希望说，如果这个营队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在地的学校的学生可以拉进来。对，但是因为暑假学生都要去实习，所以这个计划是没有成功的，下次再来。对对，但是我们请老师先来哈。好，那各位同学啊，大家好。那我是国立台东专科学校电机科的助理教授啊。那也很欢迎你们到这次来到这边哦。那巴拿马克这个地方的太阳能呢，可能就是因我们组装成这样子一个 A 字形，然后再把太阳能板把它给锁上去。然后麻烦你们那一些零件那个、都放在这个保丽龙这个盒子里面，这样比较不会说掉在草地上找不到。我们可以分几组？应该是分成三组。不要。啊，这还不拢无做，用袂晓做。我是已经做好过啊，做好过，已经做开去，免阁做事。今早去那边迄个迄个啥？还是无搞。两小时，听不到。两小时，对，好。你别造小气啊！别造小气。台大地理系的老师啊，哎，爱杨小晴，我再想要请过一个弟子诶，对啊，因为台中大学是真正无弟子诶，我刚好需要弟子。哎呀，恁这就等你地当应该是要有弟子。我问你一个笨问题哈。这块给举起来。好，不用了，没没有了，他们也是开的。
另外的 A， 另外的 A 好了吗？啊，哎，这个 A 好。对啊，我们是我们部落没有，对啊，所以会比较吃香。哎，公司基本上都在里面，都在接嘛。我们上面那个别墅在说，那那个大家做的要注意那个角度啊，因为大家卖在一起的角度要拉一样。所以你这个放在第几格，大概要算一下。就是说，手在第几格，这一根手在第几格。啊，有算过吗？没有。别枪，回过来砍点吧。好这个走了吗？好，那我这边好。一片250，第二天是，现在变成你给我啊，那么是正面太阳的。
胶布嘛，塞这个脚啊，这里大家包一下，因为它还是有，它还是有，这个，大家包一下，它的那个脚啊，是家里刚刚装上的，就是现在就是用一下，稍微贴一下，避免说等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各有各危险，没有在可以收到口。哦，
啊，但是他波熊啊，对啦，赶快，好，赶快补一下，刚好发现，对啊，我把我叫起林伯，林伯去了吗？对啊，我让最好的去了，那个相当危险，第二个十字啊，可能度外度情况啊，哎，你好。
些课程内容哦，可能没说明到啊，因为我本来要讲说，我会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要讲认识太阳能板哦基本的形式，那一个就是要认识这个变流器哦的形式哦，变流器的形式的课程相当重要哦，因为它涉及到你光电板啊跟这个就是你末端用电的问题哦，所以因为变流器有很多形式。哦、所以说这千万要注意、哦、那我们、认识太阳能板那个有 都知道吧，有没有上过这个课？有哈、哦、那我就单纯讲变流器的问题就好了哈、哦、变流器哈、哦、原则上在太阳能的领域里面变流器分三种、哦啊，因为这没有白板哦，那你们就尽量理解，知不知道怎么写可以问我哦。变流器哦，有分三大类，那、哦、哪三大类呢？第一类哦，叫做独立型哦，独立型。好、哦，我先把那个形式说完，我再说明那个内容哦。第二型叫做并联型哦，第三型叫做混合型哦。什么叫做独立型哦？独立型就是你太阳能板啊、哦、接上独立型的并联机啊、接上独立型的那个变流器之后啊、哦、就它完全单独使用，由它的 output 由它的输出端哦直接拉出你要的220或110的交流电直接使用哦。所谓变流的意思就是把 DC 电就是直流电变成交流电，这叫变流哦。那独立型就是直接接上太阳能板哦、那它发出来的电直接给住宅使用，这叫独立型，这叫独立型、哦、那你自己要用的话原则上自己使用就用独立型。那第二型叫做并联型、哦、什么叫并联型呢？它太阳能板接上这并联型的这个变流器之后，它的输出是接到市电的电网上面、哦、不是给你的住宅直接使用、哦、它是并到市电里面跟市电并联、哦，那把你发出来的电送到市电里面去，那所有跟市电连接的那个线路的负载，哦，通通来吃它，就是跟市电混在一起使用就对了，哦。那通常这个用途会是用在趸售，哦，就是卖电的，哦，用途上面，
哦，当然小规模，比如说因为现在变流器的规模哈，大概就是最小台都算三 k 瓦了啦。啊，所以三 k 瓦以下，你如果有并联型的话，那恐怕那也是自用，你自己可以使用。哦，那市面上有流通的机种，可能就是也是110、220。如果有110的机种的话，你可以110的并联机，哦，小规模的小台的，哦，你可以直接接个插头，插墙壁上插座，插进去，你太阳能发出来的电就送到你的那个市电线路里面了。你就直接从市电线路里面用电就好了，啊！但是原则上并联型仍然是以趸售、以卖电为主。你自己要用、自己要装的话，千万要注意一点哦，你的发电量不能大于你的用电量，否则会造成电表倒转。电表倒转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哎，电表倒转是好事，错，啊！电表倒转会有两个问题产生，啊，一个问题是。你看到转盘倒转，电表转盘倒转，可是它刻度是向前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发了10度电，你送到你的电网里面，你没有把它用掉，造成电表倒转，你就被台电收10度的电费，啊，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所有的 counter， 所有的计数器都是向前跑，包括汽车，汽车你就算打倒档向后跑，它里程一样是向前跑。所以同样道理，所以并联型的要自用的话，只能小规模，你要计算出哈，哦，你的用电量哈，哦，要在那个你的发电量不能大于你的用电量的范围内，好，哦，就还可以使用。那我刚刚讲到说会造成两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电的那个来查电表的来看超电表的人员呐，啊，很白痴啊，但是他也另外一个责任就是看你的用电有没有什么异常啊。我听过我的客户碰到说他看到。台电的超表人员看到电表倒转，他去回报，然后他家的电被剪掉，我不知道，我没有求证啊，我不知道这真的还假的，因为剪线这事情蛮大条的，这有法律问题，他敢台电敢这样擅自剪断人家的线，哦，我是有听到这样的情况，但我没有求证，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好，哦，所以说你并联型要使用，哦，要千万注意会有这个问题存在，哦，那第三样。哦，就是混合型，啊，哦，混合型就是所谓的 hybrid， 啊，哦，混合型如果要讲你自己家庭要使用的话，最适合使用的就是混合型，啊，哦，什么是混合型？它同时具备独立型的功能，独立型的供电功能之外，它也具备了并联型的供电的功能，啊，哦，所以它等于是双供的，啊，哦，就是有两个处理电力的方式。不好意思哦，刚刚没有关机。好，哦，它有两个处理电力的方式，所以要自用的话，哦，如果你要用的舒适，哦，简单来讲用到爽，哦，建议就是用混合型的，哦，那会比较理想，哦，那当然现在不管哪一型的主机，哦，哪一型的主机都多合一的，相信你们应该已经上过哈，哦，这个整个系统的构成，哦，有什么充放电控制器之类的哈，哦，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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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杂七杂八的控制器，哦，那现在一切都会整合成一台，哦，因为从商业的角度商业化之后，哦，当然你如果很多台机子的话哈，哦，那是玩家你这样玩 OK， 那如果是商业用途的话，就是它就是一套产品的话，它就是你们之前上课所看到的很多台机子的话，就是会整合成一台，整合成一台。那今天这里这个场地所使用的机子哈，它适用的机子哦，就是独立型的。那今天这一台就是独立型的啊，那就是在这边当场为大家开机。那这一台这一套独立型的呢，是由我们金吉利能源的范老板所提供、所捐赠的，来，先来这边亮个相吧，啊，来来来来，捐赠在这边，啊，来，你要帮大家拆一下，拆礼物，我当作是拆生日礼物，好，来，来生日礼物，啊，这一台我已经装了很多台，哎，是是是，我们自己家里啊，客人家也都装这一台。刚才有提到说那个，如果我们太阳能板用 inverter， 对，直接一
110的电的那个插头插墙壁，对，电就送进去了。所以我们那个我们家里插头是双向的，是可以供电也可以输电。不是，交流电板就双向的。啊，我在这边告诉各位，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各位可能不是学电的哈。来，我告诉各位哈，直流电是单向的，交流电是双向的。哦，它同时正负在跑啊，所以交流电啊可以进也可以出啊。交流电我们就看作是水流体的道理一样啊，你压力只要比它大就可以挤进啊，就可以倒送回去啊。同样道理，电也是一样，你电压大于它电网电压就可以挤得进去。但是电有一个跟水有个不同的，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啊两个重点，第一个频率，第二个相位，哦，这两个一定要一样，哦，你频率不对，它就修怕灯，哦，它互相不认识；相位不对，它角度不对，下去也是修怕灯。你相位角差越少，哦，它就也许只是发烫，哦，消耗电流。你相差相位角相差越大的时候，相差到180度的时候，它就修怕灯了，哎，就砰就炸掉了，啊，哦，所以说你频率跟相位都 OK 的话，你只要压力大于它电网压力就可以把它挤进去，跟水完全一样，水压大于原来那个你水管压力就可以把你要送的水送进去，啊，哦，就是这样子。所以经过这个机器就不会有那个频率跟相位角的一个问题吗？哦，那个是指并联机跟那个混合机，那这独立机独立型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哦，独立型完全它不倒送，它不送电进电网，它有的话它只是从电网拿电来做。那个做，啊，因为独立机必须接电瓶，那当你太阳能没发电，电瓶也没电的时候，它有个前提啊，千万不能断电啊。它另外一个名称又叫做太阳能不断电系统，你不可以用电用一用断掉，那你电用一用会断掉，我还买你这机器干嘛？所以它让你前提就是不断电，就是让你使用电力不能中断。所以它仍然会连接四电进去，哦，连接 AC 电力进去啊，不一定是四电，也许是发电机。连接进去之后，它完全自动切换，哦，完全无缝接轨哦，哦，所以，哦，我最近还仍然有人听到，啊，哦，仍然听到有人跟我讲 ATS 这回事，我说你笑死了，你什么鸟厂商啊 ？ATS 早在30年前就应该消失了，怎么说该消失呢？现在所有开关切换哦，都是半导体的啦。半导体的速度比机械节点还要快。还能做我做。不是啊。还给哦，不，不给，我先讲啊，不给啦，先讲啊，再把它盖起来，对。好，那是这样，我们表定是有一个记者会啦，哈，然后就是我们就请那个城市的理事长，啊，社区发展协会来跟我们说说话，这样子。组长。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陈秘书长，以及你们的团队刘教授，刘教授你好，很欢迎来到部落。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是。东兴社区发展协会的新任的理事长，啊，我刚刚就任啊，从6月份就任到现在。那么前面我们的理事长已经有在接触，把我们这个绿能的这个100%带到我们部落来。我们部落是非常欢迎这种很先进又环保。有高科技的东西进到我们的部落，那我相信我们协会也会在各种场合里面来把绿能100%的这样的东西推展到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啊，都是我们外面的朋友来到这里来听我们的专家在解说。没关系，啊，我们刘教授也有在我们身边，啊，也是我们长期的在各样的部落的营造的我们的导师，所以我们不会寂寞，我们感觉到很光荣。今天能够把这个东西又环保又科技的东西带到我们的部落，
我们是无比的荣幸。那今天有这种机会啊，来做宣导，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部落来，啊，再一次欢迎所有的团队来给我们多多的指教以及指导，也祝福啊这一次来到我们部落啊，可以说我们全台湾省第一个要做示范的一个部落，这个是我们鲁凯族，也是我们达鲁麦克部落，再没有别的可以代表更好的言辞来感谢各位哈。我仅代表我们东兴部落，也就是东兴发展协会，那我也是卑南乡的乡民代表、民意代表，我也是这个部落的人，我们感到很光荣。我们的乡长许文宪乡长也在这一方面哈，在我们整个卑南乡也准备大力的来推展这样的东西给我们卑南乡啊，这个在这里也非常高兴。在我们代表会啊，我们也极力的支持乡长在乡镇推动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绿能百分百的部分啊，我站在乡民代表的立场，我也全力的来支持我们的乡长啊，秉持做我们欢迎各位我们的先进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部落，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请那个青年团的执行长张立文，我们这边都是场地都靠那个执行长帮忙的。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三年没有用，因为大家都要好好的。还是立文来之前，我刘老师吗？哎，徐家长，会长，啊，会长，那个刘，我们先请会长好了，然后来再刘老师。各位年轻的朋友，大家早安。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我们台湾的绿能的发展。我们知道，我们环保联盟从从二十几年前开始在缓和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台湾的发电呢，必须要有一大部分的电呢，需要由干净能源来，也就是要从绿能来、再生能源来。所以呢，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很用力的在推动这个所谓的绿能的这个产业。那因为我们环保联盟呢，有可以募一些款，所以我们就想说，虽然这些款并不多，但是我们希望呢，能够找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又适合发展绿能，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位成100%绿能的社区。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达鲁马克这个部落呢，他们的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刚刚的乡民代表，他们很支持我们这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就开始来做这些事情。那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绿能的可行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办了一个营队，办了一个绿能的营队、再生能源的营队，然后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呢，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大家了解绿能，大家共同来发展绿能。那我们让台湾的绿能呢，能够照目前政府所议定的目标，到2025的时候呢，我们的发电量要达到全国总用电量的20%。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它完成，所以我们会尽全力来做这件事情。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们是一个好的开始。那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一起来参与，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在这里学习了一些绿能的知识以后，大家回去把我们的理念传出去。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在这里继续努力，做一个台湾的示范点，达鲁马克做一个台湾的示范点，作为台湾示范点100%绿能的一个示范点，让人家了解说台湾
对这个气候变迁、全球减碳呢，我们是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所以呢，今天呢，我看到很多同学把这个太阳能板这样架起来，我非常的高兴。这表示我们一个好的开始。那我们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当然是最重要的，我们能够达成202520%的绿能，就台湾总发电量的20%是由绿能发电的。第二个就是希望跟我们合作的这个社区达鲁马克这个社区呢，它将来在几年以后，它可以真正达到它不需要用外面的电，它直接用他们社区太阳能、水力发电，将来说不定还有风力发电，自己呢把它达成，他们的电呢不需要靠外面，能够自给自足，这是我第二个愿望。那我希望呢，所有的同学，还有我们也希望达鲁马克社区的所有的同仁，所有的我们的族人，大家呢来共同努力，来完成我这两个愿望。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呢，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希望呢大家一起来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好，谢谢，谢谢大家。张组长哈，文会长，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哈。我跟李伟俊老师了哈，我们台中大学哈，当然是做能源教育方面。那我自己是生命科学系，实际上我是不太情愿涉入这个能源领域，因为已经够忙了哈。那我们跟那个我们社区发展协会原来去跟环门谈，说要呼吁溪流生态。我们环门秘书长说，你们这里有水力发电厂，我们来发展绿能部落哈。后来呢，跟部落哈，部落会议决议是说，好，这个绿能部落要发展，溪流生态要呼吁，这两个哈。当然，绿能的部分现在有环保联盟募款开始做太阳能板。我相信哈，刚才我们会长讲的那个愿望，不用等到2025年，应该是5年内吧，3年内、5年内，看我们跟秉和一起来合作，还有我们理事长在这边，我们是不是3年内，有一点担当了哈，来完成这个达鲁马克的绿能自主部落了哈，我相信达鲁马克在这边算是一个千古的部落，作为一个台湾第一个绿能100%的社区，我相信呢，会带动更多的社区一起来跟进我们这个绿能100%，很快2025年真的是20%，我们甚至更上看30%哈的这个绿能哈，谢谢。好，没关系，那我们用掌声跟谢谢部落啊，整个李成宇市长，然后还有老师张老师，然后刘老师所指导这几天的帮助一下。好，那都是他帮忙的，谢谢。你是执行长，你是执行长 ，OK 啊，这次。好，欢迎各位莅临我们达鲁马克因为这次我们祭典都在进行比较繁忙，所以没办法跟各位搭配一些课程在这边也感到抱歉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就希望我们时间可以再安排再来受这些专业的课程。我们当然欢迎太阳能这个部分进入到我们部落，也当一个示范部落。我们不只示范太阳能，也示范什么？我们的文化祭典是非常传统的，就依照古老的方式，从日据时代在更早荷兰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制度，包括我们的会所制度，都一直存在着，这个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殖民者来去影响我们的思想，所以你们看到我们今天大家都是义务劳动的不是拿薪水给他们在做事情。那边是我们的女青年，就是我们女青年团里面有分两个大部，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
那边是你青年，那一边你们后面正前方，我正前方的话是我们的青年集会所，我们那个阿拉古瓦，我们的牧叫阿拉古瓦，我这个就是禁止女孩子进入，包括其他的外人也不能随随便便进去，所以说我们昨天还没有立秋千之前，你们都还可以进来到这个范围，但我们秋千立好了，我们要做管制了，就请各位也尊重我们这边的文化哦，因为既然已经很传统了，就是维持我们这样子，也尊重我们这里，也不要说很随意的去女孩子旁边拍照，很随意的去那边拍照，也尊重一下哦，因为他们也在发挥他们的创意，有的时候在做一些创意的东西，做，你拍了，你无知的放在网络上，但是他的智慧就被传出去了，就没什么了哦，也希望各位哦，在这个地方能够学到我们的文化的部分，也学到太阳能的部分。哦，在这个地方哦，你看太阳从一大早晒到下午，它才离开。哦，所以这个太阳能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能源。哦，再加上我们还有个水力发电厂哦，那个水力发电厂我们这边的水哦一样，一年365天没有停过。最怕就是台风天、下雨天把水弄浊了，其他都还可以。哦，好，欢迎各位，谢谢。好，那我们一起在太阳能板前面一起合照好了。好，那个把太阳能板那个一套距离点上去。要喊什么哈？绿色能源站，好，达鲁马克站不站？站，好，达鲁马克站不站？站，再一次站不站？站，好，绿色能源站不站？站，哎，那个是干过来啊？哦哦，躲在那后面，哎，那别人你自己没有过来，你准犯则，你准犯则不过来，毛你保养。来一次哦，来，唐总还没省来，唐总没省，来来来来，外面都照不到，要进来一点，再挤一点，再挤一点。蹲进来，你那个照不到，你那个已经照不到了，太胖了啦。啊？开玩笑，开玩笑。唐总马克站不站？站。一男站不站？站。好。可以吗？好，刚刚是平面的，换动态了哦。哎，我没有进来。动态是怎么样？哎，顺便要跳一下。哎，动态要跳一下。来，不用了，很累一下，直累一下，跳一次就好了。跳一次好了。一二三，跳一下。一二三，跳。哎，中间的没有动哦。我们再跳一下哈。三二一。好，我可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那刚才哦，听到我们这个达人哦，太阳能的达人，他讲了很多东西，都讲说，哎，前几天讲，我很怕说你们根本对他在讲些什么东西哦，我讲比较基础一点东西哦。实际上太阳能啊，现在我们所收到的太阳光，是透过我们的太阳能板，就像是我们刚才在指的这个太阳能板。那这个太阳能板啊，它所收到的电力，实际上它的电力啊，要必须经过一个转换，它才能供应到我们所使用的 AC 电力，而不是说它把太阳能板直接的电力就拉下来就直接使用，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这个厂商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所以 inverter 的部分啊，就是说它把电力拉下来，我们的太阳能光所收到的电力啊是 DC 的电力。所以它必须经过很多的变成 AC 才能让我们使用。那太阳能实来讲，它目前现在有单晶跟多晶哦。那我们现在刚才所架设的这个都是属单晶的。那单晶目前现在都在22%的转换率，也算是很高。台湾目前现在转换率22%的转换率很高哦。那刚才呀，那个公共电视周小姐她有问我，我们家很多人在家里楼上啊装了一个什么39太阳能板，有没有？刚装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家的热水器的水啊非常的好，
哇，转换率、洗澡，哇，热热水的人数都够，电力也很少。可是越用越久，你会发现你的电量越来越多。你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我不是装了太阳能板吗？切记一件事情，太阳能板啊，跟我们的眼镜是一样哦，它上面是一个透光的东西。那我们的光线，我们的眼镜啊，我们现在透光率这样子，假设你戴久之后，你的磨损越来越高之后，你的透光率就会怎么样？会越来越低。所以太阳能板啊，架设在空气，架设在我们家的楼上或者地面上，实际上来讲，它是受到空气任何的粉尘。所以你架设在台东，跟架设在西岸高雄的地方的话，你可能在高雄啊，你每一个月要上去清洁一次。你必须要去把它的面盘呢，稍微把它擦一下，让它的透光率又更高，这样它才能恢复到原来我们所组装的情况之下。所以太阳能呢，很多人就装好之后就放着，认为说它就应该会发电给你用了，哦，它应该就会让我们家里的热水会热的。实际上很多都是受限在你的空气污染，会造成你的面板是需要去清洁的，因为它的透光率啊是。透过太阳的光线造成它的半导里面的转换啊，去有所谓的转换率。那这个透光啊，假设它不够高的时候，我们的转换率也就低。低的时候，你家的热水器实际上它就是四电并联的，它就是我们的电力，我们台湾的台电的电跟我们的太阳能板的电是合在一起的。太阳能板的电啊，电力不够的时候，它就自动会跳什么？跳我们的试电。所以你会发现说，刚使用的时候，它刚你装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真的使用率是够高的。可是它越来越用，越来越久，就会越来越怎么样？越衰减，是因为你没有去对它清洁。就像说眼镜，如果说你都不擦拭它，你越看的东西会越来越模糊。那实际上来讲，太阳光照射它，绝对不是直角持九十度照射到它的时候，它的转换率最高，这是不对的。哦，所以它不是直角九十度的时候是最高啊。那我们架设这个有一个好处，为什么会架成 L 型的？我不知道同学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架成 L 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要做成平面式的？为什么要架成 L 型？就像说哦，现在屏东很多以前养殖在养鱼的那个养殖场，那现在都不养殖了嘛，因为抽地下水被台湾下线嘛，所以他们就把那些通通把它废掉，去改成养什么？养太阳能板。那日本呢，在日本系统里面呢，它的太阳能系统叫做追日，叫做像日晷似的追日太阳系统，也就是说太阳从东边，它就从东边开始照，跟着太阳跑。就是做最大功率这样子跑到西边这样子来。那台湾啊比较聪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做那些系统太贵了，所以我们就做成 L 型，东边吃东边的，西边吃西边。所以为什么做成 L 型？就是说太阳出来吃这边，太阳下山的时候是吃这一面。啊，日本是它是追日式的，那追日式的相对的，就像说如果以十七级的风来讲哦。我像是追日式的应该就空掉了，应该怎么都被吹进来，那这个可能会反而会保存下来。所以太阳能的部分呢、啊、实际上来讲在我们的学生的观念之中，比较你们比较可能会对于这个部分呢会比较好奇嘛。那因为我车上也有带一套教学用的太阳能板，那如果说待会有空我再示范给你们看。因为它的太阳能啊不止装经过我们的小系统里面呢、啊、它可以对手机做充电，完全可以对手机做充电。而且我那个示范板呢、啊、它可以看到你的相角，在你的太阳光的照射之下，你的相角不一样，所发出来的电力也不一样。所以绝对不是说九十度的电力是最高的，那是不对的。哦，所以如果说待会我们有机会的话，我再秀给大家看一下。好，那如果说在过程上，我还是先交给这个厂商哦，因为他毕竟是做 inverter 的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私下的可以来找我。好，谢谢，谢谢。所以你家的用的啦，好，没问题。好，那我们现在等他们被采访完哈，我们壮丁把那个这个太阳能板放到他们男子会所的右边的空地，好，啊，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女生不好去的，我们男生就男生扛这样，好不好？那个。警长问完，对方问完之后，请他帮我们带路，我一起过去。那过去之后，再把那个雷波特把它架起来。好，那各位同学，来，不要讲解。太阳能板的示范板，那现在目前，现在我里面的电池的电压是12.4伏，那电流是没有的。
好像显示是没有电流部分哦。然后温度啊是39.8度，因为刚才我让它放在车厢里面哦，比较热。那现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哦，这是一个太阳能板单晶的太阳能板，大概在45瓦左右的一个太阳能板。那这个是假的。模拟一个太阳光，那你可以看一下，现在同学你可以大力看一下，现在是处在于 battery 上的电压，所以它是没有发电的，所以我现在开始照射它，有没有看到？等到你开始照射，有没有看到它的电流量已经上升了？有没有看到？哦，它的电流量随着我的光线的大小，有没有看到？哦，这就等于一个太阳光的意思，所以我接下来我的亮度。你有没有看到老师这一台不是紫色，有没有？我刚才一直讲它不是紫色的部分，所以你看我的亮度造成它的电流有没有，有没有差异，有没有一直在，这是电流的充电的电流的部分哦。所以你看我现在如果电流量越小，它就越来越小，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可以做什么，我这台可以充 USB 啊，你的行动电话可以拿来充电的时候都可以用哦。我这旁边可以装一个 USB 的部分，这里有个 USB， 哎，你可以读我学长要不要照？如果没有，我照手，我照手。要，对，它是可以完全可以充电的。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哦，我现在把这个向角改变一下。你看，我现在改变一下，有没有？它的光线又不一，它的电流量又不一样了，有没有看到？它是不是那不一样了？对，然后我又改变它的向角。有没有看到同样的亮度？有没有我同样的亮度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太阳光它所照射到我们太阳能板的是有一个向角差的，所以你的向角差会造成说它的所谓的电流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架设起来，所以光线我们为什么架成 L 型的？就刚才讲的，它太阳上来从这边吃面，一直照到那边另外那边吃面。我说这个是一个哪个角度最好？那要算了，那有一个角度要算了，是不同样的强度都不同样。对，你要看你的亮度、照度，还有你今天的云，你的云的亮的所谓的透光率不一样，都会改变的。就是你的波长。有差，有差。你这个是完全模拟太阳，对对对，这是卤素的，是完全模拟太阳，所以我可以模拟它的照度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是完全可以，可以看得到它是真的是在对面出来亮最大的，最大的啊，所以如果是黄昏的话，它太阳量越来越小，它所的照度就电流量就越来越小，对，这个是一个。真的可以让你马上看得到太阳能，太阳能，他们的系统就是这个系统，所以他们太阳能接受下来，这一套就是这个系统。那我这是比较简单。所以你现在反过来把后面打开，跟他们讲。哦，对，来看一下。Interval 的地方。再一分一下，一分钟，来。他们的系统啊，就等于我这个整个系统，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整个系统就是他们的一个系统。你看他们的系统啊，他们里面的要有电池，他刚才讲是不是要有一个电池，说我里面有一个电池，那他们的系统就是这里的全部的一个 inverter 啊，所以我的系统就是他们的整个一个大系统，只是我这只有40kW，40瓦，他那个是40kW，大我1000倍，哦，所以它是比我大很多。啊，所以我的系统，所以我的电池是小颗电池，那它的电池是大颗一点的电池，那全部的系统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哦，都是一样的东西。啊，这是我的教学用，啊，所以特别带来给这个同学看一下，也更了解说，啊，马上这个太阳能是真的能发电吗？啊，真的是能发电吗 ？OK， 好，炳恒交给你喽，炳恒，炳恒，来，等一下。